三部车辆在庙城前绕圈甩尾，后因驾驶失控发生事故之影片。该三部车辆所涉嫌违驾行为，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3条举发，处驾驶人新台币30000元以上90000元以下之罚款，即吊销驾驶执照，并视个案程度移送刑法公共危险罪。